我忏悔，我的报应来了。银人七着，七银人，我好后悔。我本有一个很漂亮很贤惠的妻子，自从2001年开始就犯了邪淫，先是勾引了本单位的一个同事，来往了数个月，以后上网还和几个女孩女人发生过关系，还偶尔嫖娼。可是我竟然忘记了淫人妻者，自己妻也会被人淫的因果道理。虽然在一年前我学佛以后我已经戒了邪淫，可是报应却也来了。上周我竟然发现了我老婆和别人偷情的短信，当时我头也气晕，在我追问下，妻子才承认了和别人的奸情。已经快一年了，我竟然都没有发现过，真是报应啊。多贤惠的妻子啊，谁都不会相信他会和人有奸情的，可是却有了，也是他单位的一个同事。我好后悔，虽然我原谅了他，他也保证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，可是我现在心情好烦躁啊。我们夫妻现在总好像有隔阂，再也没有从前的恩爱关系了，哎，好烦恼，谁又能够安慰我呀？都是自作自受啊。我忏悔啊，我悔恨啊，我以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奉劝世人，当你邪淫的时候定会有报应啊。古语有云，我不淫人妻，人不淫我妇，淫人妻者，妻淫人，天下没有自己好淫而妻子贞洁的道理。如果妻子贞洁的话，那报应一定会是在其他地方，因果报应，丝毫不爽。以此文忏悔我的罪业，并祈求我们夫妻和好，家庭美满，一切顺利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，非常感谢您的收看，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记得一定要订阅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